一个使用的高峰。你今年过了条双路已经是开通，那阵就市民出门更加方便了。一大早来到高铁转车站，记者就发现了客流量明显的比平时加也多，其中不少是要准备挖到去学生。江环伫咧泉州高校咧就读，不过哦，因即摆无买学生票。我平时都是在网上订购票嘛，那一般学生票偶尔会买，但是也不是说都会买学生票，因为学生票它的取票排队时间很长，然后有的时候赶车来不及，所以一般就有的时候买成人票嘛。根据介绍，买学生票除了凭着学生证以外，一年尽量换买四摆往返学堂跟学生原籍所在地区间票，也过着到通郊去刷学生证顶面的纸条领票，求上相对较麻烦。我们建议学生网上购票要注意这几个条件之外呢，第二个就是要来取票。学生票全部要取票，那取票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来，因为我们发现过有一些学生他不具备其中缺了某一个条件，但他临时来取票，那么就耽误了他的行程。数据显示，高铁泉州站平时每一日的客流量在1万1000人左右，那今年十月以来每一日的客流量估计在1万3000人左右，其中呢新增部分多数是学生自家挖倒去，为了应对可能到来高峰，车站专门的开设了一个学生窗口，而且预留了一个应急的窗口。另外，七个一号临航一公高铁正式的开通，即福建北上需要经过宁波、杭州、南京动车也得到提升。其中要开到南京动车，由原来每一日一站变成3站，从泉州到南京最近只需要8点43分钟，缩短了将近点半钟。随着这条线路开通，泉州到北京时间也缩短了将近5点钟，到北京只需要11点52分。今年国庆前后，长福铁路将开通运行，泉州到南昌时间将原来19点钟缩短为3点钟。而厦深铁路年底投入运行了后，泉州到深圳只需要3点半钟。就无啦，今日头的家长朋友啊，可以带囡仔去博物馆内去玩玩咧。泉州博物馆内面的闽南文化历史中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展览啊，更加完善。所以咱请咱的新闻主播叶鹏啊，跟咱详细介绍者。声光电多媒体手法的运用呢，是这次闽南文化展示中心的一大特色。那在展厅当中呢，我看到了很多这种半透明的罩子啊，我们管它叫做聚阴罩。那这个聚阴罩是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泉州讲古的景区前面，通过这个聚阴罩里面呢，播放出很多经典的讲古的段子，让您更能够深刻的体会讲古是一种什么味道。我们来看这边还有一个聚阴罩，这也是一个为我们提供闽南语互动的一个功能啊，像很简单的一句话，我是哪里人，你吃了吗？在闽南整个闽南区域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发音。在这个聚阴罩下，我们就可以来听一听，我们来听听各个不同的地方它发音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听惠安，我是惠安人，你吃了吗？这句话怎么说？厦门，他们这句话怎么说？你会唱男音吗？我会，不信，听一段。怎么样？还算有板有眼吧？当然，大家都知道，真正唱的并不是我，我只是站在这个蓝色的背景之前。那么只要你站在这儿，通过头顶的一个专用的摄像设备呢，就可以把我的头像和正在播放的这段男音的片段呢，两个景象叠合起来，并且会为你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就在这儿了，刚刚那个照片呢，就会自动保存在这里。我们点开来看一下，还不错吧。另外呢，你还可以把这张照片通过发送邮件的方式直接发到自己的邮箱，或者是发给你的好朋友，让他们也来感受一下你唱男音到底是什么味道。
燕尾脊、红砖墙，闽南的古建筑可以说在中国建筑史上独树一帜。那么你知道建造这样一座古大厝需要哪些工序，该怎么来做吗？来到这儿，您不仅可以了解到相关的资料，而且还可以亲手的来建一座闽南古大厝。进入这个游戏界面，按照工人师傅给你的提示一步步来操作，你就知道这个闽南古大厝它是由哪些工序、哪些构件来做成的。我们来试试啊。首先要在选好的空地上挖出地基，我们来点挖地基，地基出来了，安放柱子，再下面就要上梁了。那么经过这几道工序之后，我亲手建造的这座闽南古厝就已经成型了，怎么样，还不错吧？讲了叶鹏阿玲姐的介绍，下次真心想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去试一下了。好，谢谢，来关注另外一项代志，就是昨日啦，一百个台湾大学生组成第二届百名台湾大学生百万行，那下年也来到咱泉州，跟泉州四名大学生展开了联欢交流。昨暗头，一百外来自台湾大学、淡江大学、闽南大学等32间台湾高校学生，跟泉州四名大学生混住一堂。大部分台湾学生，估计是头一摆来到祖国大陆。阿奇头一摆跟大陆的上林人做一个故事家，对啊，真的，那当然他们都对我们很好啊，就是大家都是称兄道弟啊，然后每天勾肩搭背，大家都一样喜欢耍酷，然后大家都一样喜欢讲一些不成熟的话，对吧、啊？开些玩笑，对啊，然后就觉得大家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啊。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我们台湾的学生能够学到大陆这边的学生的那个努力向上的一个学习态度，对。那我大陆这边的学生呢，也可以学习我们台湾学生比较有创意的一些想法。在了八日的行程中，台湾的大学生们将在了福建举了做城市参观交流。在了泉州，因除了跟本地大学生联合以外，也佫将参观中国万代人博物馆，了解海峡文化，在了地乡发言、商标信仰、民俗风情等方面的历史关系，亲身的体验万代五言。烟云流长的历史文化，拜台湾大学生百万行夏令营，今年是第二年举办了，也是福建省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台湾青年学生夏令营活动。两国大学生的双向交流，将更加好推动万代高校的校际合作。祖福工程围板改造是台北市政府为民办实施项目之一。今年的改造任务实施时间已经是过半了，截至到本个月，咱市的祖福工程围板改造任务落实率居全省第一。去年历任省钦改造任务围板达到5838户，主要分布伫了11个县区市，以安徽、晋江甲南安居多。其中最多的安徽达到1548户，围板改造准工率超过88%。而截至到6月23日。全市造福工程围板改造任务落实率达到120%，其中60%围板改造完成。今年咱市将有更加多围板住户受益于造福工程，100户以上的造福工程安置区就达到集中安置区规模。全市有5个集中安置区纳入年度省级重点扶持造福工程的盘，每一个集中安置区将得到100万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省钦第一批造福工程围板改造1200户名单已经确定，一旦改造完成，1200多户居民将会得到补助。今年全市也阁将有4500人受益于市钦造福工程，12个市钦重点扶持的造福工程集中安置点，也阁将得到200万的专项的扶持资金。市区展览大桥北连接线已经是好些阿里用了，工程的拆迁安置房而且已经是动工兴建。展览大桥北连接线拆迁安置房位置伫咧泉州路跟展览南路交界所在，经地面积将近25000平方。整个安置区分做四大队，包含一个居住、商业、酒店综合组团，一个校区组团，以及校区组团两队，两队驻地老营队，计划投资4500万。现时一号综合楼已经开工建设，由项目位置伫咧市中心，施工收款也大，为了确保工期。施工单位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我们现在有增加了一些机台设备了，然后今天下午还有一批工人嘛，一批工人进场嘛，然后就是加快施工进度嘛。当时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工队采取了一些防止感染的措施，确保工人未因为高温缺失而减管时间。现时呢，工程已经是到了89期工程中，预计3个月后，所有的中期工会到掉。三南大桥北连接线铁线安置板进行工期是2年半，2012年底，东迁居民就可以回迁了。新闻广角为您打开一扇资讯的大门，泉州的大事小情听我一一道来。新闻热线223-5000，有事您说话，温暖泉州，我们共同维系。有想法，有观点，您的声音这里来放送。新闻广角关注民生，服务社会，每晚8点，真诚守候。所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来关注晋江乐山下坡摩托车市场爆炸事件的最终报道。事故发生了后，相关部门的先后工作开展的到底怎样呢？咱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功夫透早1点半前，晋江乐山下坡摩托车市场一架载着大量化学品也有饲料的面粉罐车突然间发生爆炸，引发了周边对面路旁着火，不少汽车摩托各家去着火，持续了1点半前。周边楼房受损也严重，好在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并班赶车残留了包括氯粉浆、油餐、各用花甲一同在内化学品。氯粉浆、各用花甲一同各具属于易燃易爆的物件。在早起10点，记者又一摆来到爆炸发生的所在，现场仍然处在了警戒状态。发生爆炸的事故车已经是拖行，那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到底是啥物？相关责任甲赔偿先后要怎样来开展？附近专家介绍，事故发生了后，晋江乐山派出所同仁做了必要登记财产的损失。前面的看去，遮遮是着30多万啊，遮伊有看到的30多万啊，后壁遮也毋知影的，遮是讲了够损失的。这个是在厝的规定，1、2、3、4、5、6、7、8楼还是较小看，去夹乌个窗啊，剪破了咯。像安尼损失上少嘛几百万，你看二楼只摩托还是计倒啊，跩人多倒啊，即款多重诶。记者从乐山街道去得了解到，即摆事故相关的损失因也搁伫咧登记中，等查明事故相关的责任人，所来将会开展进一步理赔工作。根据第一人的透露，即只车承运的公司是山东聊城某物流公司，肇事司机兼物流公司的责任人正伫咧晋江乐山派出所接受调查。晋江公安局七个五号暗头发布情况通报，山东省阳光郡南北张某开着一只车牌为 NP0496 的单型半挂牵引车，运载着运粉从山东开去郑州。七月3号透早1点半前，经过晋江乐山街道莲花路甲灵秀路交界所在，车顶混载易燃的化学品被料爆炸，引起了火灾，造成了现场连贯一栋9层楼，也过一栋6层楼的厝，以及停伫了附近的6架小汽车受损。那载着滚粉的火车内面，夹带混载着易燃的化学品料呢？这些混载备料到底数量有偌侪？爆炸作惊人，承载方有危险品的运输许可证无？运输过程中是不是有采取安全的防范措施？对此呢，晋江市公安局表示，事故原因也过伫了调查当中。这个时候暗头，在了最合适的魏小姐甲面阿兄到市区九一路的85度去买饮料，那才煞了去一只2000块的摩托罗拉手机。这个时候暗头，魏小姐甲面阿兄在了市区九一路85度咧买饮料。是7月4号晚上11点，然后我跟我哥哥去那个85度区，就是去点了一杯饮料，然后我手机就放在那个收银台那边。
然后我跟我哥点了饮料完就走出门外，然后走出门外还不到两分钟，然后手机不见了，然后就出来，我就赶快跑到，我就意识到就放在那个收银台那边。发现手机被落在了面包堆了后，魏小姐就握到佮要退，不过营业员是无看到魏小姐手机，魏小姐只好报警。那服务员说：“你们走啊，没有人过，已经没有人过来买单，只有旁边那两位人家。然后刚好那个报警完警察过来查那个监控，然后就说是他们拿的。”监控调出了对内面的感觉录像，大家人就看见去讲去。就伫咧魏小姐甲面阿爷离开的五秒内，边头一对中年男女，男的伸手将收银台顶的手机摕伫咧家己倒了，然后将塑料袋吃了，发现无人注意，赶紧用塑料袋包手机，迅速离开面包堆。之前没想到，就会觉得他们那种年龄像，像阿姨这种的，没有想到。魏小姐朋友将这则视频也过截图，快去微博的，引起了网友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不少网友告诫说，就来找找这对男女贼啦。只想下回我的手，只想他把手机给我，剩下的我不追究。好人甲歹人只那一点之间，魏小姐说，伊更加愿意相信这对男女是一时糊涂，并不是故意要偷的。伊的这只摩托罗拉手机刚带两千块，偷财不超过500块就构成犯罪。咱也希望这对男女有通主动的将手机交到派出所的。这个五号暗头五点外钟啊，安徽消防大队接到报警说，是安徽县南门市场附近一个小区有一个三号大伯公仔的腿啊，那个左脚腿啊，伊跪伫咧家己厝内做的，红个啊木制红个靠背椅的即胖的，啊就需要救援。那接到报警了后，安徽红城中队马上出动一只抢险救援车，也有7个消防官兵到去现场。囡仔好声，托人上救心。大伯囡仔即暂时坐伫咧即块柴靠背椅咧，左边的腿去跪伫咧即块胖咧，已经有5点多斤了。他在玩的时候把脚伸进去嘛，然后就卡住了。那卡了当时有多长时间？大概有半个钟头吧。消防经过查看，决定先用锯啊将靠背椅两边连接的所在锯开，再个用扩张的工具来救援。靠背椅一时时啊锯开，不过囡仔这暂时拢无反，一直哭。伫咧家中的安尼下，囡仔才安静落来。只那听到咔嚓一声，靠背椅是接住。来，我站医院。家中们伫咧照顾囡仔时阵，一定得较细腻咯，才袂拖囡仔喊入去险境咧。七月五号暗头五点半钟，那就在市灵修店过前啊，准备要落去煎落去喝一卡过落煎的这个水汤，因为这个煎的这个煎饼也滚，过前无小心煎无放够放了。从煎的顶面向下家看去，一个男的烫白贴，搬伫咧煎饼里咧等救援。拉下去，拉下去，小童啊，拉小童啊，没事哦，就是手受伤了，手受伤了，手受伤了啦。脚也受伤了啊、哦！他手受伤了，没底下能不能呼吸？消防大河前进救援的三家姐，一个战士滴到空气呼吸器，带着救援的吊带，慢慢啊吊啊到前下，救援人员帮助被困的男的穿好救援的吊带，而且将伊固定伫咧三家姐的更衣室里，吊啊较缓了。个前是四川人，当时伊伫咧井边抢水准备要清水，一头不伤，哪知水桶前泄落去井了。为了要喝钱汤，伊顺着钱饼一支水管落去，因为手骨骨啊全拔落去，好在伫咧拔落去时阵，一直刹着一支水管，才无直接落水。多谢各位乡亲，咱今日方言报道到此结束，感谢恁的关注，再会。十六，初一十五。
婚宴喜庆成心丧的就用喜多多，闽南民俗文化活动的首选甜品喜多多，喜多多。听大海，讲永宁景点故事，黄金海岸永宁印象导游之星电视大赛正在火热报名中，由泉州市旅游局主办，泉州广播电视台、石狮市永宁镇政府、中骏黄金海岸重金打造，只要你敢说敢秀，就有机会获得最高50,000元的现金大奖。导游之星等你加入，报名热线22888-29，详情请登录永宁古卫城官方网站。乐隆隆百年好喝汤，营养又健康。爱就爱相亲，爱相亲，爱夫蛋糕。热烈祝贺金轮牌大米赢得中国知名商票。农家新烟火 Q， 草莓味儿，雪梨味儿，哇，蓝莓味儿，古味烟果更 Q 更带劲。农家亲，你知道吗？拉肚子容易伤肠道，拉一次往往伤一次，简单止泻可不行。康恩贝牌肠炎宁五味中草药治肠炎止腹泻，现在拉肚子用康恩贝牌肠炎宁。好儿游提醒您收看20点档全市剧场，每个角度都很完美，华美精细面部整形，从细节到整体，每一面都精雕细琢，精致面容宛若天生。泉州华美整形美容，治不孕到玛丽，泉州玛丽医院专业治疗不孕不育症，快运热线22871313，22871313，泉州市田安北路305号。喜酒特别强，喜酒特别强，天生配着对。好代志，好饮料，喜酒特别强，喜酒特别强。泉州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明星好戏倾情奉献。他们是绿林抗战三枝花，刀刀致命但不虚发。出生入死保家卫国，一场阴谋拆散了一家人，多年后三兄妹重逢却成为彼此的敌人。让我们成为彼此的敌人，民国恩怨情仇胜利者。时光荣和他的儿女们熟悉的激情一样的感动，再续激情燃烧的岁月。畅享时新大片，品味精彩人生，就在泉州电视台一套每晚8:30。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突如其来的巨变，一家人被迫离散。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让你娶唐家的姑娘，不是要你去谈恋爱的，而是希望你借着婚姻的契约拿到万海的控制权。弟弟阴差阳错被仇人抚养成长，爱上了仇人的女儿。我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因为在我心里面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我在万海工作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如音，更不是因为我喜欢她。你给我离她远一点，因为我要追求她。我说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就不要来招惹我。你管我和谁在一起啊？那是我的权利，你管不着。因为我对你的感情不只是喜欢，是爱啊。哥哥以新的身份归来，我是今天刚到的缉私队队长陈水寿。又让我们再度相遇，三兄妹再度相见，却成陌路，成为彼此的敌人。杀死了我的父亲，害死了我妈，害得我们兄妹失散。我要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我等待你的好消息。我再问一遍，你给我拿出来，这项链从哪来的？这是我哥给我的，你还给我。或正艳，带娇倩，理解。偶像明星倾情演绎，
民国恩怨情仇胜利者，泉州电视台一套。